你这么长时间，我不得抽空也回家看看我妈，这不得叫点妹子？照你说，早就准备好、啊、这个好看，这个喂，宝宝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怎么找的我？你不发圈了吗？还分享了位置？没有，我什么时候发圈了？没有这事儿啊。哦，屏蔽我了。啊？但是你忘了屏蔽我小号了。宝宝，你还有小号呢？啊，你小号叫啥名？你不说回家看你妈吗？又在这喝酒，你好事都赶一起了。没有，这什么好事？不是他那什么，他找的我。手机拿来。手机有什么好看的？手机啥也没有。再说了，我给你能看吗？你不能，不是？哎，别。可以啊，手机清理的很及时呢。不是你手机要么也什么也没有，那其实手机里面家里人、公司人，这边是什么？就是 Jackson Bike Report 的缩写。到底是什么？哎，不是宝宝，你要买什么呀？你这我这晚上咱还是我带你出去吃吧。你看我都这样，你就别给我选菜，给我做饭了呗。宝宝，我真的，我向你发誓，我那帮人我回家就拉黑，那地方肯定发誓，我绝对不会再去了。真的发，你要吃水果啊？你拿一个呗。来，这个可以，放地上。啊？再来一个，放地上。干嘛？你发，哎，不是，放心，一个右边，一个我竞争，一个右边。出去一下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这去哪儿啊？大晚上的。有一个饭局，要见个客户。啊，见客户啊。嗯。啊，见客户多穿点啊，你这穿的也不像是冬季衣服。我带着大衣呢，没事。哎，不是，你这带着大衣，那你到室内了不就把那个大衣脱了吗？对吧？室内也不冷，啊、你放心吧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哎，你等会儿。哎，你今天这个妆，眼妆画的不是很好，要不你回去再好好补一补，对不对？妆。对呀、啊，好好补。哎，我来不及了，我是。你等会儿，对，我停下，干嘛呀？你这地方热吗？这地方，见客户嘚嘚嗦嗦，去去去，回屋换高领毛衣去。哎，这回还行，我就不开车去了，然后一会儿结束后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来接我好吗？不是，你这晚上是要喝酒啊？你这过这敏呢，不能喝酒啊。哎呀，我没办法呀，今天的客户一半都是老乡，我尽量不喝吧。我一会儿结束后马上就给你打电话。行，那你放心吧。啊，注意安全啊。好。嗯，拜拜。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嗯、啊。电还没出来。不是，你怎么弄的？你不说你不喝酒吗？你要喝成这个样了，这是啥呀？这是？你不没吃饭吗？偷偷给你打包的。我不是不让你喝，关键你现在自己胃有毛病啊。装的，要不然我怎么能提前回来？你装的，你现在连我都糊弄。反正如果真的要喝，他们也未必是我的对手呀。那也是，好在我的事情都已经搞定了。现在怎么那么厉害啊？美貌与智慧并存啊！行了，走吧，陪你回家再吃点。在这次世界里，我需要错过你才是最后结局，当作是场游戏。